喂喂喂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来玩乐团。哎，没有掌声吗？好，那开场，请大家拿出那个手机哦。我们有来玩乐团的粉丝专页，帮我按个赞。然后我们会有奖征答哦。对，在 Facebook 置顶贴文可以按赞，到时候才会有那个得奖资格。Okay. 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直接进行第一首歌《制造浪漫》。浪漫，我
1999的经典歌曲 Melo， 那时候应该是你3岁时候的歌曲吧？3岁吗？那对 ，Sammy 那个时候，大概我算一下，不重要，刚刚有一起拉的，我们懂就好。直接下一首。好，那下一首带来《浪子回头》。浪子回头。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是诉说着我们人渐渐长大，慢慢懂事，许多曾经的友情、爱情，甚至是梦想，那些曾经，我们必须跟曾经的梦想说再见，那勇敢说再见，才能前进。回忆纪念最初感动的真实，勇敢挥手道别才是成长的开始。带来这首《再见王子》。
真的哦，第一题是我们来玩乐团，粉专有一个小编，那猜猜看是台上的哪一位？哎，提示一下，最漂亮的那个。这是主唱吧？等一下，好，
那个黑色条纹那个，哎，最漂亮那个，哎，答对了。好，那上来上来拿礼物。对，拿了。然后我们接下来带来下一首那个，我们鼓手练很久，第一天。OK 哦。你有按赞吗？第一天。
带来这首歌，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首歌。它讲述着人生路上的迷茫，还有回家路上对家人说不出口、道不尽的想念。长途列车。
快哦，到今天最后一首歌尾声了。这首歌是我们贝斯手，哎，我们团最帅的，哎，他的主场哦。这样我得罪到你？你要会得罪人吧？得罪很多人，你要得罪几个？可以讲自己。OK， 准备喽。好。青雨。对。谢谢，是给最漂亮。宝贝，金奖。